郑裕玲日前为万众同心公益金节目担任司仪，仲同同样是司仪的汪明荃一起玩公益 GChat 特别版。不过都姐做司仪之余都不忘集邮，事关当晚身为公益金名誉副会长的黎明难得公开露面，而都姐的级数当然成功同到黎天王合照啦。之后都姐即时在社交平台铺上，仲留言话 Long time no see， 非常兴奋啊！